为什么只有女厕呀？尼玛！我要崩溃了！来到了塔山服务区餐厅路。嗯，还吃？那个是小吃，不吃。上个厕所，洗把脸，继续出发。拜拜，妮妮。我去洗把脸，上个厕所。这儿天气明显要稍微暖和一点了。这个是塔山服务站，上个厕所。女厕，嗯，为什么只有女厕呀？女厕为什么没有男厕呀？超市，女厕。是吗？男厕在哪呀？不是啊，不是，那就我看那个是个女厕呢。男女都不这个。这儿进啊？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整错了，那后边怎么单独那么大个女厕呢？奇怪。啊，这是男厕。完事儿啊，咱这肥水一点没浪费啊，灌溉咱们东北大土地了。肥水，快乐肥宅水吗？回家。呀，这边房这个好啊！哎，把这大铁网安我车上，咱也安一个，那老安全了。回来了，啊，进屋直接上车吧。看看，他俩呢？他俩都上。嗯？都上那里了。你咋还换一身呢？热。在哪呢？他俩都那里了。嗯？都进窝里了。我的妈！那走吧，咱俩。走了。走吧，去。哎呦，我没洗脸呢。我不去了，我还挺远呢。拿那个擦脸。啊，行。走吧，我们离开。扔了。我们离开个塔山服务区。要不要换个鞋？我。换那网的。你听，你妈，这给你厉害，天天钻那小狗洞，这是猫洞，这属于。行吧，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是哪呀？不知道，走到哪算哪。走到哪算哪的，那走吧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唐山滦县了，滦县的服务站。对，早上太黑了，五点我们就准备本来新哥说要开到天津，但是我感觉太晚了，太累了，疲劳驾驶不好。那我们停到哪儿呢？你看一看，找个地儿，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他开车开了将近8个小时。哎呀，我们明天再走，今天晚上我们研究一下路线。嗯，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本来计划是到连云港，但是连云港太远了，然后而且我一直想去的可能是南京啊、青岛啊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看去哪。前方到距离金花高速路口，大家也可以给点意见。进不去，小型停车区。慢点，后面有车。这个叫客货停车区，那我们就停着就行。
斜着停吗？这是对车位，这充电桩不是车位，就停着就行了。垃圾桶就停着行吗？行，是平的就行。我们把车停在这儿，然后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了。嗯，第一次在房车过夜。哎呀，那来吧，下车我们整理整理。嗯，走吧。我关上。哇，回屋了。车内的温度是21度。锁门了？怎么说呢？锁了，还可以吧。这是我们温馨的小家。今天就这么吃一下吧。是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打包的剩菜，可以给它造了。哎呀，逐渐暖和起来了。但是晚上还是有点冷。是呢。就是哎，把那天还好，那两个时候都热。那两个小玩意儿就忘了，看一眼啊，看这两个小玩意儿。今天它因为那个里边的味道吧，他们比较熟悉。看一下他俩在不在里。哎呀，我们开这后半程这一道啊，一直在里面。奶奶，奶奶出来不？呀呀呀，出来不？奶奶，他不喜欢出浴吗？等会儿我过去他就出了。哎，奶奶出来了，成功，成功出浴来，饿坏了你俩。这是啥呀？吃的这么香啊？吃吧，我们也要吃了。好香香面呢，还有两个蛋。你看奶奶吃多少，一碗饭。哇，奶奶把一碗饭都给吃了。我们要把今天中午吃的剩的这个菜，但是只能热一次啊。看我们吃大餐，晚餐太丰富了。我想听个音乐，吃个泡面，放个曲儿吧。对，为啥吃饭要我们今天到第一顿晚餐，那个怎么说呢？我们房车旅行以来第一次就是露宿的地方是高速服务站。露宿是什么？我有盆儿，不是露宿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吃的是中午的剩菜，还有泡面，还有两个鸡蛋。这个你帮我打开。所以我们要开路。哎呀，浪漫的房车旅行生活正式启动，开蛋，当当，自己加配乐，你这里啊，男女一蛋，你这啥时候买的？昨天的，来吧，开灶啊，开蛋，当蛋，来蛋一个，走你，在高速服务区上。能吃到热热的饭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我们等一下要计划明天去哪，因为我们的房车现在是没有加水的状况，因为沈阳是零下嘛，它会冻坏。等到我们加水了就可以自己做饭了，因为我们有一冰箱食材。我们吃完了。你有点尬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好。你真老头睡觉啊？别往那头走啊！我要崩溃了。流鼻涕，痛哭流涕呀！朋友们呢？有没有办法呀？对于对猫猫过敏啊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之前我们是单独弄了一个屋给他俩，所以一般的偶尔去他们屋没什么大事儿，洗洗手都没啥事儿。但是现在是24小时在一起啊，啊，我一直在查。过敏如何养猫？哎呀，眼睛肿了。
流眼泪。但是看着他俩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大大奶奶，怎么办呢？你要不过敏，大家一人抱一个。是呢，我抱你呢。哎，天意吗？以前我不过敏的，从小我养过猫，养过好多猫。小时候没啥问题，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身体不行了。收拾收拾睡觉吧，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期待明天。